也是一种幸福，能让我自己满足的幸福。啊！盖特，你让我们走。盖特，盖特，先把枪放下，你听我说。你现在就让他走，让他走。我知道你不会白讲的，我们平时都相处得非常好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就让他走。如果你不喜欢我带女孩回家，我就是他妈的不喜欢。他妈的所有女人我就不喜欢，他们让我恶心，我恨他们，你知道吗？你让他走。 OK， 我带他走，马上带他走。你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。厕所，所厕所，厕所。OK。嘿，格莱特，你干嘛呢？啊？别踢了，别踢！我跟你说，房东看见了会罚款的。他不能允许你这样，知道吗？你看看，你看我贴的怎么样？我就决定学中国字，不错吧？我说啊，你都把这中国字贴成西方现代化了，是吗？这是你姐姐给我买的。吹牛的吧你？你要不信，那你就打一个电话。来，打吧。不敢吧？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怪不得你好几天都没见你人影啊！你跑去见我姐姐了是不是？是，我去了 University of Chicago 见她，因为我想看她在美国过得怎么样，就是好不好。天哪！哎，你看她给我买好多东西，你看十字卡片什么，都是为了学中文的。还有我自己去了唐人街，我买了这个，你看，怎么样？从这个能学吗？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格莱特啊，你好好学。即便学不出你要的幸福，也能学成一个汉语专家，也不错。嗯，是吧？反正我是为了幸福而学的，所以我觉得我肯定会成功。勇气可嘉呀，格莱特。你这个人真好，我每次到垦丁来，你都陪着我干这干那的，耽误了你时间了。没呢没呢，其实我就是我特别喜欢去买东西、购物什么，陪着人买什么，这，嗨，其实不喜欢，就是喜欢陪着你。哎，你拿太多了，我来帮你。不，你别拿，我别这不行不行。我这是好的，我这省着去健身房，我长点肉，对吧？哎，格莱特，你今天真的不用去上课啊？这是周末，我本来就不用去上。哦，我都糊涂了，都怪小航，一大早就去学校了。不，其实学物理的那些学生，他们功课特别多，实验特别多，比我辛苦多了。格莱特。其实，你这个人真的很善良。我弟弟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是他的运气。你真的这么觉得吗？啊，去买东西。教我三个字啊，哥莱特怎么写？用不完。哥莱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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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莱特。哎哎，待会儿，这，还有，两个字儿。鲁豫，
娇，你看你的字写的跟狗爬一样，你糟蹋自己的名字可以，糟蹋我姐姐的名字不行。我不是正在学吗？你看这都是啊，你们中国不是有一故事，就是啊一个男的他把一个大铁棒磨成一个小风衣针，对吧？那就是等你把你自己的字写得像样了再说吧。哎，我不是让你先回去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傻等着呀？我怕你找不着回去的路啊。你把我当成小孩子了，我不会去问啊。对，这倒是。哎，上车吧。哎，等一会儿，还有一事儿。我觉得鲁鹏特别幸运，就是有两个你这样那么爱他的女人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也做我的弟弟好吗？不，我不想你做我的姐姐。那我做什么呀？我想你做我的女朋友，因为我爱你。那咱们就上车吧。